And then， 蔡诗芸家传上海菜，美色菜色几把荤。喜欢煮菜啦，在家里都是我在煮饭，然后我爸爸从小就吃他煮的东西，他很会煮，然后妈妈也很会煮饭。哎，美丽人妻蔡诗芸原来是料理高手啊！她为苹果观众亲自煮这道抓住老公的胃的家传上海菜，很有爱心的红烧肉。好像从荧幕飘出的香味，有没有？其实这样子差不多，有一点黄金颜色。That's all good, super nice。上海菜会有一点甜甜的，但谁管了？我们就放冰糖进去，把它融化。OK， 红油倒进去，把它全部都丢在一起了。滚了之后再小火，香吗？香，好好吃。100分是满分，你觉得今天？才200。嗯，有这种出得厅堂、入得厨房的完美老婆，桑尼哥太幸福了。我平常就煮菜，他应该都要说很好吃吧？他都吃完，所以就等于应该是还蛮好吃。娱乐动新闻，小编小佩晚饭了，拜拜。